心却如刀割，分开那些年怀念太多，爱曾经来过，痛那么执着，归根结底是难以舍得，这样的结果再没有如果，明明我们都是天涯过客，星星记得我是最爱你那一个，只要你还需要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如初暖和，就算再不能回头一折，我依然会把那个你放在心窝。蒸翅膀，谢我们的小董，我这5度，哎，5度的话是哪里啊？我一个5度是哪儿？快结冰了，快结冰了，那结冰的话就是东北。老大，令牌有啥作用啊？令牌我没参加活动，没有用的我。嗯，大家可以刷棒棒糖，或巴掌也行，都可以。浙江一带就是5度左右哦。谢谢无言哥，真爱啊，你的真爱掉了吗？其实生不好生，掉的时候可好掉了，这个那个
就是那个真爱。可快了那掉的。我们这儿我看看多少度现在啊。我看一眼手机是多少度。我们这是-29°C，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呢。-29°C，他们又没有来过东北的哈，够冷，够冷，没有来过东北的基本上应该是受不了。我不出屋，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。对你们来说，是不是有的那个南方的兄弟们，可能就那边都没有下过雪啥的，对于你们来说可能是几度、4-5°C啊什么的，你们的冬天就感觉可冷可冷了。你说零下30多度啊，正常得-30多°C，34-5°C算是最冷的时候。我们这儿，谢谢诚信哥。4天没做任务就掉到109名了，没事儿，他们也有忘记的时候。谢谢天元儿，这是姐吧？应该是。谢谢我们的天元姐，谢谢我们的36°C。不敢去，都是夏天去。其实我告诉你，夏天我们这块没啥太大意思，没有玩的，就特点就是冬天。其他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太好玩。欢迎大厨，谢谢我们的战狼哥。加油，都给飞飞抽翅膀啊。其实我都自己觉得哈，你是企鹅也好，翅膀也好，都觉得是给我出的这些礼物。想我真正飞起来吗？谢谢我们的大厨，感谢大厨送来的溜溜。冰灯，这块冰灯我看过，反正我自己觉得哈，我看过就没有啥太稀奇的了。有的第一次来的，哎呀，可激动了呢！我看他们，但是我觉得那个，哪去了？但是我觉得吧，就是动的激动呀，不是？哇！什么时候抽的大厨？什么时候抽的？谢我们的大厨，感谢大厨，谢谢。我这个曲儿啊，都要我整没了，好像。我找找我的曲儿给整出来，看看啊，歌名叫陪朋友陪你醉，这个伴奏的名。是这个，应该下一下。要不然，几个企鹅送人了，没事儿。企鹅其实是咱们家的专属礼物，因为咱们那个标志都是粉丝，都是标志的小企鹅。谢谢大厨，感谢大厨。哎呦，我告诉你，翅膀是可难抽了呢。谢谢阿强哥。来首这个歌，天使打死都不能外流，没毛病。我唱首这个歌呀，
我怎么这么多效果？等一下啊，我重开一下啊。欢迎公子哥。好，歌名叫桥边姑娘。怎么分辨电音啊？听呗，就这基本上电音是能听出来的。谢谢我飞无敌，感谢我们的开心就好。有电音大的，有电音小的，基本上嘛都有电音吧，应该没有的话，没有的话少。主播为什么唱歌这么好听？因为声卡好啊。为什么这么好看呢？因为视频好。为什么好呢？因为贵。真的是会好的，你就是买一个好的声卡，像我这声卡都不是特别好，就可能就几百块钱，这个我现在用的就几百块钱，麦克风好啊，但是贵的烧了，现在使的是便宜的，贵还能烧，学到了，可能我声音太洪亮了，好了就烧了，谢谢我们的醉牛哥，不是，谢谢我们的醉圣元哥。有些东西越解释它越事儿越多，千万不要解释。你怎么变好看了？因为整容了呗。说你要想变得好看，你也整啊。越描越黑，你说啥就是啥。谢谢开心就好，我不跟你犟，我还怕给你犟生气了。呀，谢谢发哥送来的企鹅。他说飞你瘦了吗？其实我一点都没瘦，就是 YY 伴侣它有个功能，你下载个 YY 伴侣，里边就有什么瘦腰、瘦脸、大眼、磨皮，啥都有。其实说，那你说什么都是假的，为什么这么多人看你呢？就很多人会有很多的问号，你们会有很多的问号吗？你说你长得也不好看，你这好看也是假的，唱歌也不好听，你唱歌也是假的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喜欢你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唱歌看我就开心，像我们之行歌，因为我们全是图。哎呦，你不能逗我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逗我容易把眼睛这皱纹我都笑出来。谢谢我们的成哥啊！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毒。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看，你看五分钟，你感觉五分钟什么都没看出来，
你就再看五分钟，如果再看五分钟你还没看出什么破绽的情况下呢，那你就看吧，慢慢慢慢你就中毒了，你就看明白了。对，我三天之后就到期了，你到期了之后再开。我们一会儿还有三分钟，我们开那个，谢谢我们的小萝莉，谢谢我们的黑秀哥。一会儿开真爱召集就好了。歌名叫《爱你流过多少泪》，这个歌。是你个鬼！你看看，有人开始不信了，你说的都是骗人的。本来我飞长得就好看，本来他唱歌就是那么好听，你不要解释，你用了好声卡，你用了美颜。好吧，那我不解释。我也中毒了，我也中毒了，完了，没事儿，慢慢就好了，慢慢就好了。爱你我流过多少泪，看明白 YB 就没了。不，你忘了咱们是托，这都是咱的亲戚。其实真的，其实你说我会什么，我啥都不会，我就会唱唱歌。你说我还会别的吗？别的我也不会啥。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喜欢给我刷礼物什么，他们其实都是什么，都是很多人就是积少成多，我的礼物才会很多的，他刷一点。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什么，就是一个支持。感觉哎呀，说菲儿，我听了你这么长时间的唱歌了，是不是我少刷点礼物没有太多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支持，希望你越来越好。其实大多数的话都是这样的，你这么多年也没给开过工资。会有回扣吗？有，你必须得拖到那个，你必须得当拖刀的真爱十二级的时候，就会回扣一个 U 盘。你得坚持。好，想当托的兄弟们，记得把那个真爱召集来，我帮你看一下，给你们机会，你们要把握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一定要把握。来，就这个地方有个真爱，大家没有开的话，可以帮忙开一下真爱。我是托。嗨，29个，已经完成了7个哈。已经完成了7个，已经有9个加入我们的战队了啊！已经加入我们的飞家了，一脚踏入飞家门，你就要拖到12级，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拖到12级才算成功，半途而废，我告诉你是不行的。你看他们有这到12级了，看看12级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。我当了5年的托，捞了个 U 盘。自从做了托以后，烟也戒了，烟都戒掉了。我唱歌还是挺有魔力的，还能戒烟能戒酒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别着急，慢慢都会的，慢慢都会的。还有十个。下方有个黄色的地方，大家就可以点了。谢我们的陈爱哥，感谢陈爱哥，谢谢我们的海楼哥送来的棒棒糖。又有新人加入了啊，又有新人加入我们的托的好列当中了。再来9个托，没有开真爱的花1块钱就可以到我们直播间的托了啊。哎呦妈，太吓人了这直播间。记得把号挂直播间啊，一定要托任务是什么呢？每天记得包裹里边的免费任务一定要扔出来啊！就这个任务，就是一个桃心写着真爱，这个每个包裹里面都会有，只要你开了就有。来新人了，哎呀，新人，你说你这个托不实在，新人哪有黄？哪有黄？还差4个。哈喽哥，你
差一点点就成万元榜了。谢我们的情缘哥，他是碰瓷儿的哦。谢我们的情缘，我是信你，你信啥？信哪信呢？谁不知道你啊？还差两个。谁碰了？你碰瓷儿了，知道吗？已经过了，大家不要开了，不要开了，等到九点的时候再开，等到九点的时候再开。大厨哥在国，大厨哥你在国外呢？欢迎 LIOVE 哥，欢迎幸福哥，还有平生。挥一挥手，我目送你走，才觉得心里好难过。你伤着心而走，我忍着泪而流，难道就这样分手？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在眼中，我曾忍受，此情不知该何时谢落。我望着天边的云，也望着天边的星，期待着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真。莫忘了故乡的景，莫忘了故乡的人啊，莫忘我对你的情。故乡的心，盼望着能和你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真。我望着故乡的月，也望着故乡的星，期待着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真。莫忘了故乡的情，莫忘了故乡的人，莫忘我对你的情意真。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我不见你回头。你消失在眼中，我无处忍受，此情不知该何时休。感谢我们的高手哥送来的火箭，这是高手啊，这个是高手啊，哇、哦！谢谢我们的寂寞高手哥，我给寂寞高手哥卡下马甲，千万不要那个乱加好友啊！这个直播间里边很多骗子啥的，哥，我看你应该是新号。谢我们的小馒头。感谢大哥送来的火箭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发现了，现在黑马越来越多了啊！谢我们的馒头，谢我们的达哥，谢我们的七哥，感谢我七哥，七哥加油，给你飞抽一个大翅膀。谢我们的荷兰哥，谢我们的千寻，还有也许，谢我们的小馒头，感谢我们的幸运女神。
这个是高手，这个真的是高手。我坐一会儿，谢满先学，谢谢马，在飞听歌，谢谢猫猫哥，感谢一帮党的兄弟们。唱这首歌在休息，那正好来吧，我给那个，给那个，给寂寞高手哥来一首歌。草原的姑娘
七哥，感谢七哥，对头是不是？穿插一个激动一点的歌，我找找啊。嗯，疯了疯了，不行，疯了疯了，唱完就废了废了。我们全民点歌吧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啊，这个可以有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就想跟你喝杯酒，杯中酒，酒中情，杯杯都有真感情，我干了啊，你随意。心颤抖背手，谢谢我们的五位子哥。格局，你们想听格局啊？那一会儿我下一首我再唱个格局。格局，你们要听 DJ 的还是要听正常的？好久没唱了这歌、个、要听不正常的。好的，激动的时刻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满腔的热血让我涌上心头。等会儿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调不对。一二三。嗯，这个好像差不多。我以前唱不都是四个调吗？激动的时刻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满腔的热血让我涌上心头。前方的道路就算崎岖难走，那也要为梦想勇敢追求。颤抖的双手奋斗几个春秋，誓言与梦想永远记在心头。成功的喜悦总在风雨之后，让我们举起杯，忘掉忧愁。激动的心啊，颤抖的手，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。杯中有酒，酒中有情，杯杯都敬我们真感情。激动的心啊，颤抖的手，举起杯，忘掉忧愁。激动的心啊，颤抖的手，我们干了一起干了酒。
微信号在哪呢？你也没有把微信给我呀，刚才给你拉到。玫瑰花瓣一片一片片掉落在眼前，你的承诺一定一定地回荡在耳边，那回不去的月弥漫了我整片天，爱的往事一件一件件甜蜜的难言，你的影子一天一天天拉长思念，在梦里吻的脸却来不到我身边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那爱过的心还在期待再见一面，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，好比天上风筝断了，谢谢龙兰哥，谢谢第十天，还有红颜哥，还有空哥，哥的名字叫太想念。我这耳朵好像有点过敏了。对，格局没给你们唱呢，我得来个格局。格局我唱的好听吗？陶醉还没，现在还陶醉着呢，不着急。
就得搁哪唱呢？我还唱正常的吧。我七十一个黄马，我四个号都有你的黄啊，那你上你四个号那个黄也可以啊。牵扯一切往事，泪干了学会去忘记，爱在冷风中看着你，看着背影慢慢消失，烙印回忆对你牵引，当懂得珍惜已来不及，物是人非说起，人生如戏，逃不出格局，说好的在一起却多了差距，如果没有离开这场剧，也许现在过着幸福日子，真心相爱忘记了格局，让秋风回过随时随心所休息，我不能一门唱，一会儿唱废了给我。你们扣字倒不累了啊、嗯，你们扣字倒不累了，刷刷刷一门的歌名，给我急坏了。你给我唱完一个，紧接着下边的歌名就出来了，嗖嗖嗖，你给我急死了要。一会儿把这傻孩子给累死了。那行，我逗一个。我逗一个，我跟大家有小六六的话就帮我走走小六六。
情如同战场，谁赢谁成遗忘，一片死像热血流淌。情路如此漫长，谁在留恋过往，千百年斩不断儿女情长。爱情如同战场，谁死谁的心伤，爱人啊，你可知我忧伤。来世路上荒凉，花开花谢断肠，我心痛任命运将爱主张。专心在无言的伤痕，那是相思泪化成的河，与风起浪泡卷成一缕纱。回眸一笑昨日那些无谓的牵强，我问月下老人爱在何心上。爱人啊，你可知我忧伤。来世路上荒凉，花开人儿断肠，我心痛任命运将爱主张。专心在无言的伤痕，是那相思泪化成的河，与风起浪泡卷成一缕纱。回眸一笑昨日那些无谓的坚强，我问月下老人爱在何方。专心在无言的伤痕，那是相思泪化成的河，与风起浪泡卷成一缕纱。回眸一笑昨日那些无谓的坚强，我问月下老人爱在何方。我问月下老人爱在何方。白少啊，休息一会儿加个微信咋样？当然可以了，谢谢霍克哥，像我们的救侯岩。哎呀，又开始皮了。像我们的救侯岩哥送来的企鹅，谢谢花海哥，感谢我七哥，谢谢罗兰哥，还有酒肉和尚。马甲歌士先来一个，你这不有马甲歌士吗？你都为我的真爱，你先开一个真爱。头像是怎么弄的？波克哥，你要头像吗？一会儿我给你发微信上。程老师，阿卡做一个头像给我啊，发我微信里边。七哥，咱俩不有微信吗？花花，我知道大家心疼我啊，知道大家心疼我啊，好吧，那我啊，谢谢红颜哥，那我先找个音乐，我们聊会儿天儿。七哥，七哥把我拉黑了。
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团一桌啊，主要是我还想，明天有团战，明天有赏金，明天再团吧。我一会儿我要乱斗的话，就乱斗一个得了。介绍一下你明天的活动，对，给你们介绍一下明天的活动啊。好嘞，明天有想开守护的话，好，郭哥哥，好嘞好嘞，呀，整错了，给郭哥哥复制一下啊。阿卡，为什么你们做的头像每个做的都不一样呢？就是你这个粗细能不能整成一样的呢？就是一会儿一个粗的，一会儿一个细的。欢迎小师傅，把小师傅抱一下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戳出卡了，别，谢谢，感谢我们开心就好，还有 H 哥，欢迎一动的心，嘟嘟嘟嘟嘟。昨天约了七哥吗？哦，那我问一下。我都忘记了。欢迎放手一波哥，被人瘦了吗？瘦了一小点点。一样的可以呀，那给你这个，不多，才20斤，没有那么多。他刚开直播说等一会儿啊，他刚开直播等一会儿。谢谢简爱哥，一个年味的礼包，还有台历，还有我们的刮胡刀，还有我们限量版的这个，还有我们限量版的这个徽章，它是纯银定制的。就这些，大概就是这些。所以说明天如果有想开守护的话，明天你们可以开守护，如果有守护，你明天可以续守护。有什么呢？第一是本场贡献不有50个吗？一是本场贡献，二是守护，三呢会在我们直播间扣字啊，扣字，但是提前必须是有我的真爱啊，中间才算数的。有没有小胖送？什么有没有小胖送？你要送小胖吗？送小胖不行，小胖太贵了。七哥，你又说那话？七哥，你2天都给我整了7000-8000了，你还没有开守护？刷早了，明天刷好了，一样的呀，都是一样的。我剃须刀坏了，刚好可以换一个，那你就使劲抠溜溜我的。抠冒烟了呗，那我估计应该不能抠冒烟了，不能。
出出出出出出看群，我问了话没有人回我，抽奖太惨。嗯，抽奖还好吧，抽奖还行。嗯，第一个就是一个纪念，第一个就是一个纪念意义，倾家荡产也要抽到小票。没那种命啊，没那种命啊，哈哈，又说那话。明天八点的时候开始，就跨年一天，就跨年一天。嗯，有一个过年的礼包啊，你过年礼包，还有一个，还有十个剃须刀，嗯，还有100多个徽章，徽章是有数的，只有当天才算数，过期的话是撕下来是没有的，过期也是没有的。找家长，国王家什么？咱家的国王死了吗？来，常红老师把这个点儿的马甲给我下他，不用了，我自己下来。说话你太难听了，人家现实有事就不行，有个事儿还非得说死了吗？你说话怎么那么黑呢？马甲下的，会员马甲也下的，就把文字进了，别说话，还真爱12级。您好歹也是开国王，您刷礼物，那嘴怎么那么干呀？谢谢顾客哥。那在你眼里，就是刷礼物是好人，不刷礼物就不是好人吗？这就给你个教训啊！不行，这么说话。这么说话太过分了。人家大哥底下不有实业吗？没有工作，没有公司，人家不忙吗？说那不行，那么说话。在我这儿，你要在别地方，你乐怎么说怎么说，没人管你。只要你在我家，你骂人什么的，说这样的话是不行的。小胖怎么的？小胖就别惦记了，放心，我不送小胖。嗯，有80个台历，我看80个台历，把那个片儿，就是那个海报，完了你都标上80个台历，10个抱枕，10个零食，10个剃须刀，应该会有150个左右吧，应该150个左右的那个银啊，纯银定制的那个，150纯银定制的那个徽章。应该是这样，大概礼物是这样的。咋想的？谁到了？怎么想的呢？你要是主播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辈子我都不会进你直播间儿。人家不来，你说人家死了，真损你这嘴。谢我们的醉舞红颜哥。徒弟，明天有事，你先把我的衣服洗洗吧。不行，明天不行，毕竟不行，明天有事的请假啊，有事的请假，没空的你抽空，你挤挤就有了。你们要不来的话，不换衣服的话，那我就省下了啊。私下你朝我要，我不会给你的啊，就看直播间，就看直播间谁来。明天停电的有事儿的，我知道你们也不会给我开守护，我都懂，我一切都在不言中，我都懂。你开了我也不给你，我都给你录屏。我让你们刺激我在这儿，我让你们刺激我，开了我不给你，我让你刺激我。欢迎大厨，谢谢我们的醉舞红颜哥。尤其哈，那个徽章，你们要是拿到手的话，一定要好好留着，因为我直播6年了嘛，直播6年了，也是一个纪念，我自己也会留一个，嗯，一定要好好留着。
信呢，你抽空来。丫头，赶紧把小炮发出去，我挠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给你留着，给你留着，会增值吗？嗯，应该以后不会这么发吧？应该以后不会这样就这么发，因为它也是限量。我就是说，如果说送完了之后，如果不够的话，应该也不会去订。再订的话，也是第七年了，应该是再订也是第七年了。徽章是什么样的？我给你们看一眼，徽章是什么样的啊？去开的那个模子，完了做的它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只有跨年那天，只有明天，只有明天才有，都好久了，明天明天才能到。谢我最后红颜哥，有名字吗？这个没有名字。这个没有名字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有点像硬币，它就是跟硬币差不多，但比硬币要大好几圈的，要比硬币大好几圈的。是白金的吗？是银的，你可以当成白金。怎样才大叔，明天明天明天你上个千元榜啊什么的，本场贡献呀、啊、或者是你开个守护都有的。银蹦吗？对，这是银蹦。能换钱不？你还要换完了，你拿了之后你还要换钱，你心多大呀？你花钱你都买不着，这天有特地定的。明天留个天使 ，OK， 天使也可以换。那天出了好多天使，他们都留着呢。我坐公交车，你公交车那个你投不进去，那口那个太大了。正常公交车那不口吗？应该还放不进去吧。你得多土豪，拿它你去当硬币花。哥，你可以守护续费，你不要开年费吗？开年户吗？你可以直接护一年的。没有看到啊，风子哥，我给你看一眼啊，这样的，这呢，这个是台历，这个是台历，这个是过年的吃的礼包，嗯，应该是过年吃的礼包，这个是台历，这个是剃须刀，这个是。主要就是这个，主要就是这个。里边有好吃的。不行，我说了一个人只能领一个，你领那么多的话，不行。是一套吗？啊、嗯。你不能能不能领的，你不能，你一个人只能一个，你这样的话你把名额都给占了，不行。我要剃须刀，那你就过来抢一天啊，八点开始。有守护送我一个，必须得七哥。因为六年和九年必须要抢，对，因为所以说这是开始嘛，也是2020年的。嗯，第六年的新的元旦嘛，也是元旦比较挺重大的节日，我们中国传统跨年元旦，反正我弄的还是挺大的哈。完了之后给大家发一发，是银的吗？是纯纯的银定制的，新开的槽定的，一个一斤半，哎呀，一吨半。对我红颜哥能压死人的那种，压不死的。
你看小师傅你又黑我啊，你的意思你说我播不到九年，万一我播到九年怎么整，咱俩就嘎个咚啊。我什么时候这样，小师傅我什么时候退网你什么时候退网，谢我们的小花，你看咱俩谁能挺过谁，还得说九年还挺不到。谢我们的红眼，感谢红眼，谢谢我们的小花。这是坑，这不是坑，这是一种毅力。就算我以后结婚了，我还可以直播呀，我又不是不能不直播。第九年用金的，像我们的世道哥太难了。红颜哥你没有抽到翅膀吗？没有抽到的话我们可以稍息休息一下，他们有开什么神龙神水的，到时候你去和小师傅签一个60年的合同，那他签我旗下还行。主要是8年0/1个月 YY 倒闭了，不能不能不能，我相信我的大 YY 啊，我相信我的大 YY 能挺到那个时候。飞的意思是还有3年就可以结婚了吗？我又没说我要嫁不出去了怎么办。像我们的红颜哥串台了咋的了，结婚了带孩子一起播，那不能那不能，我播我的，那我播我的。像我们的红颜哥，嫁不嫁跟我们有关系吗？跟你们没关系。好，谈下一个话题。说串台了，现在一毛党随意哥。这个歌压倒日榜还是周榜？是日榜。感谢最我欢迎哥送来的企鹅。谢红颜哥。
活动师傅们可以参与吗？可以的。